右手中指最前端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有瘤纹的那个面上突然刺痛，突然刺痛，我正在电脑上，在注射啊，信息就，在发射出去了啊，像那个拍电报一样的，信息发射出去一份，到了那个宇宙中心啊，就在地球周围活动的外星人，另外一方面把信息传给了国际空间站啊，现在就相当于季节调节啊，不管政府，认可不认可，不管政府参与不参与，我这边在行动啊，在这边行动，那些宇航员也是在判断着，他感觉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是在帮着他们啊，在行动啊，在行动啊，知道在行动，他们就，感觉到，哎呀，得到了很大的欣慰啊，给他很大欣慰啊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，在人类没法解决的情况之下，他觉得得到了上帝的力量啊，获得了上帝的力量啊，所以他们的心情特别好，心情特别好，又憧憬到未来了啊，又憧憬到未来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